官方刚在脸书发布的这张图，圆桌骑士终于要前解了齁，藏了不知道多久，终于要来了。12月6号是下下礼拜一，所以估计下礼拜就会看到 GNN 新闻稿是关于圆桌的。不得不说啦，圆桌在一开始出的时候的确很好用，几个比较知名的角色就是亚瑟嘛，不然就是兰斯洛特嘛，再不然就是那张六星妖精回复超高的梅林。当时满等的梅林虽然是六星的妖精，但是他的回复力可以到1203，更不要说现在有界限突破。那大家也可以稍微回忆一下，官方在 DC 咨询会的时候有说一件事，前解的亚瑟好像还蛮好用的，我想大家应该可以期待一下下吧。虽然我觉得这种旧时代的角色再去强化，可能过没多久还是会沦为仓管，至少让他寿命久一点点 OK 吧。然后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一张是高文，其实高文也真的没有说到很烂啦，只是那时候可能一直抽不到大奖，然后又高文连发让很多人怕了，实际上他也没这么糟糕嘛。总之大家就好好期待一下下礼拜 GNN 的新闻稿吧。大家对于圆桌解放有什么想法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